Hello,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未定事件簿。未定事件簿是由米哈游旗下的恋爱推理手机游戏，而游戏是一款以第一人称视角带玩家进入侦探的世界。玩家将扮演律师事务所的新人律师，与四位男主角携手解决离奇委托。而虽然是推理解谜游戏，但是游戏也有战斗模式，而战斗采用是回合制方式，而攻击的方式就是使用收集到的男主角的卡牌来攻击，而共有四种属性，也会有相克之分，只要将对手的信心值击溃就可以了。而随着故事的发展，就需要到案发现场来找寻蛛丝马迹，而左上角会有该地方需要找到的数量，就有机会可以找到关键证物，而透过证物上的组合来找寻新的线索，合并之后就会有新的发现。而在每个章节的最后就是上法庭啦。而在法庭中，玩家需要依照法官与对方律师提出的问题，以自身得到的证物来反驳对方，来获取胜利。以融入感来说，这个地方真的做得还不错的。而作为一款恋爱手游，而游戏中也不断有一些男主角让人心动的画面，而这些画面都是以第一人称视野去展现，真的都还蛮帅的。而虽然男主们都很帅，但是还是不准进来啊。而游戏预计在8月20号就会正式上市了，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路亚，调查进度如何？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我们将玩这款游戏叫做未定事件簿，那它是由米哈游旗下的恋爱推理游戏啦，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期待的。那其实因为我刚刚看了它前面有一些就是说故事情节啊，就女主角的一些第一视野，我个人觉得蛮特别。它的第一视野还有什么左右晃啊，然后还会这样好像有点呼吸这样，你看游戏的时候觉得好像是真的第一人称视角这样，还蛮能融入在游戏当中的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开始推理了吗？我觉得这应该是什么？现场，命案现场，我觉得应该到命案现场了。那游戏中其实就是有四个男生跟一女生死亡以后的故事啊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扮演的主角，我们是扮演女生，没错。为什么不能跟颠倒一下？就是什么一个男生要扮演四个，一个扮演一个男生，四个女生呢？迪斯律师事务所是在好难念，迪斯律师事务所。所以我是事务所的人啊。啊，左兰是左律师，输入名字喽。我们既然要扮演女生，我们要取一个比较女生的名字。好，这个不要进来。进是这个进，打错字，进来。靠北啊，不能太多字。这样子、欸。不能超过六个字啊。这样子好了。好。其实它有点像，比较像什么文字游戏那一类的嘛，剧情叙事这一类的。嗯，为什么他还在？他今天不是休假吗？啊，这就是你的律师前辈，所以我们是个小律师喽。这个是什么东东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旁边还有卫生纸卷啊，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有卫生纸卷？好，再讲嘞。还有其他东西啊？还有这个，点这边。未定事件簿。茶水间，
剧情中的特殊讯息，我们点先看看。胜诉推播新闻。这我要输入什么？滑动萤幕。哦，所以是要看这个是谁的。好，结束观察。律师已经不见了。今天休息。终极律师考试。有客人，如果接待不了，可以带到。徐欣然，那老头子都认命了，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找律师也只是……你要真有心，不如买我们美味咖的公关服务。我呸！卢海洋，你睁眼说瞎话！美味咖就是想榨取。徐欣然，你说话小心点。人情冷暖，第一章节人情冷暖，需要你和鲁阳辩论，说服他离开。但你需要更多的资讯，哎，有点难呢，我觉得有点难呢。他给我十颗，这什么？有点像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他就给你提示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天平的眼泪。为什么有人出来了、啊？有人物出来了，阻拦。四个男生都有嘞、欸。哎、欸，不一样，他有名字，什么落雨啊什么的，那是造型吗 ？S R 出现一个 S R， 获得新的思绪，这有点不懂玩法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事件簿。主线人情冷暖啊，最强组合，这是他的战斗方式啊！开始辩论，呜，好帅，好帅，有点像是之前看那个不知道什么最强律师还是什么的，不要犯傻了好不好？我先看一下，说服他离开。信心值崩溃就可以赢了，好，蛮幽默的。数字输失败之前也没办法，这两句话是观察对手，对手有多少观点。好，那我们先点。我们的高级公关服务可比你在律师管用多了。属性有四种：直觉、逻辑、共情、无属性。蓝色逻辑攻击。哦，哈哈，这是骂人的意思吗？它是绿色的，所以绿色是克红吗？红应该是被克哦。哦，是克它。然后绿绿的，绿跟绿是一样的，所以卡牌等于是攻击的一种嘛。言尽于此，噔噔噔噔，蛮幽默的啦，蛮幽默的，蛮幽默的。战斗的玩法是蛮幽默的好，我们去强化思绪。我以为要去案件中什么，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？应该要去案件中，然后去点一些查询，就哪里有什么问题什么的。
事件部，人情冷暖继续。好啦，我不需要什么眼泪啊。他真的蛮适合，就是慢慢玩，无聊的时候玩一下。我没事。热巧克力。谢谢。热巧克力。热搜上都是胡方爷爷是为了纪念去世的妻子，这次的食物中。薛女士。方爷爷名叫方远。没有方爷爷。没有方爷爷。瑶瑶，是的，方爷爷本来是愿意，于是顾客们就联合起来，从巴德尔律师事务所请了律师，获得巴德尔律师。方爷爷被他们请，但因为巴德尔律所的行为，他的律师相当。可下周三就要开庭了，我们真的好。开始询问，询问也蛮有趣的，我来看看啊。好，先看真子的人。他叫卢海洋，是美味咖的。美味咖。本来是无关的，但卢海洋听到风声。老头，你这餐厅菜里有毒是实打实的，真要打官司，多赔钱不说，餐厅的口碑就扯。你要是信我呢？就买我们美味咖的公关服务。哦，牵扯进走向不明的热点时事，会给上市计划带来风险，并非卢海洋找上餐厅是他的个人行为，还是美味？这就不清楚了。那家公司本就不干净。咦，什么？让我好好想想看。是两周前的周五中午，两周前的周五在你们这儿同时吃个饭，下午就上吐下泻不止。我儿子和儿媳妇也是一样的，什么私房菜馆啊？我可发票病历我可都留着呢，食品安全部门的人马。对对，那锅海鱼豆腐汤呢？可别让他们给倒。那天一共有六位食品安全部门在做汤专用的山泉啊，这是事故鉴定报告。杀虫药，杀虫药粉。欸，我还要继续查啦，他怎么这样就那个，我想继续查，我很认真在看欸。杀虫投药，餐厅的害虫消杀工作。方爷爷说是他让帮工去买的杀虫药粉。帮工就在现在市面上的杀虫药粉大多是对人，但如果是帮工擅作主张或不小心买错了，并在撒药时混入泉水。方爷爷说杀虫药粉是他撒的，会误撒的时候没注意，事后却十分肯定是自己的误操作。哎，好奇怪哦。等先看顾客情况。都已经痊愈了，这是医院提供的病历。这个女的也太强了吧，什么都有。在店里用餐的回去之后，就他们中没有人住院，因为这种情况下食物中毒的赔偿金额在法律上是有。员工呢？我觉得员工有问题哦。异常行为，比如说突然购买了远超消费水平的物品。这个方爷爷的餐厅不大，他自出事之后，那两个员工唯恐牵连自己。过往纠葛。卢海洋负责方爷爷，以前他为了自己的业绩指标，但会员费太贵了，方爷爷还要省下。卢海洋完不成指标，被公司罚了，就因此恨上了方爷。这次出事故，他可没。简而言之，卢海洋餐厅出事，为卢海洋创造了获利的机会。正常排查而已。啊，我还有一个，对。好像方奶奶。是的，他们其实上个月我拿到了位，我也不能永远一个。其实是好一点的，说是愿意给钱就当还。可还有些人居然也跟着我，他们都说方爷爷是老糊涂了，不想沾上麻烦也是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人之常情，人情冷暖。好，完成了。我才来为民事一个多月。
感觉我要把这场玩完啊。你想接这个案子？好。那个，不不，我不是没钱吧？对不对？这是我爸妈给我凑的生活费，方爷爷的积蓄1000块，大多都用来资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不必担心，特密斯律所有专门的司法援助基金，只要你们符合要求，律师费。那真是的，不好意思。什么？他可能有其他状况。好的。仅凭一封邮件就认定老师背叛 N2X， 是我无法接受。我们三人都各有立场，谁都无法保证公正。既然如此，我会引入一位新人一起的。已经到1-4了，真快。哦，我们要到现在才要到1-4。怎么马上开始辩论了？免费体验健身课程，哈哈哈哈，省下几顿饭来办卡不好吗？好好笑啊、哦！就省下几顿不好吗？所以我红色是要用红的打嘛，对不对？红绿蓝呐、啊。哎呀，我没有红色的，再用绿的。它其实可以加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以加速啊。靠北，要补充一回合。受死吧！言尽于此。欸，那这样其实攻击力如果很低的话，那这样子很容易就打不赢欸。太有趣了啦，路上遇到办卡的也可以玩。叫我欣然就好。前面转过去就到了。夏燕，那我们男主角出来了。是你，是你吗？王克，不要进来，是你吗？我没有时间回顾了啦。抱歉，我是啊。没有时间回顾了，我们要继续哈哈点你的脸。还好啦，哼，我们还从没不了。好，我看你的钥匙啊，他就是钥匙掉的那一个，就是钥匙掉的那一个。这样应该结束了吧？还看脸？呵呵呵，至少有语音啊。我脸上真这里，如果我们约好，我其实感觉还不错哎。实验期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夜，我不要去下夜，我要去，我要去那个餐馆啊。找个搭档。找个搭档啊。翟星，你上次建议我找个搭档分担工作，有推荐？看你，你想找什么样的？哦，好难听啊。嗯，我要求不高，能力上和我差。算了，我需要的是一面镜子，而不是模仿者。啊，这索然，你清醒一点。可遇不可求啊。终于要到餐馆了，所以他是私家侦探，刚刚好啊。罗金啊，那薛女士要找的律师，应该就是你了吧？看来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方爷爷的家就……好，轮麦克空啊啦，赶快继续记剧情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刚刚被戏呀、啊，印堂发黑，看一下。中毒吧？啊？竟然是心脏不好。熟，这里有中毒，伤痕，感觉是输入液体的空间，液体的针孔，还有没有？老人斑呐、啊，没有，扣子纽扣，完了，还有一个，头发白苍苍，眼袋，哎呦，还好哦，我查到了。你好，方先生，我是夏燕。我父母去世的早。我是夏燕，请允许我。我私家菜馆。方先生，您是否确定杀？方爷爷说，撒的时候没注意。事后却十分肯定是自己的，一定是被人家威胁的。是我。案发当天，山泉水是什么时候送到店里的？山泉水来自云霞山，差不多是早上六点，云霞山。收到山泉水后，店里一直有人吗？6点半到8点吧，店里没人。我和帮工要出门采购，服务员小赵要九点。方爷爷，你们？欣然呢？整个一楼都是餐厅，随便你们。不过都过去2周了，餐厅收拾过了。我们来慢慢查一下吧。以我的直觉，他似乎并不想配合我们，没有拒绝调查，也只是不想表现得太过反常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杀虫药粉中毒本身也很可疑。市面上的杀虫药粉大多是对人体无，感觉被威胁了。先让我来破获这个案子吧。就这种 3D 感觉， 3D 视野感觉很棒。案件可能并不单纯，注意防御。哦，遇到麻烦，男神一出现了。算了，终
冲击考试的时候，哪有这么夸张？也好，啊，不用担心处理，不用谢。刚才的人看你很怕他的样子，真的？开始调查吧。哇，水杯。一次冲泡四五包，院长。哎，我只想查案件，你不要给我来什么爱情那个推，爱情游戏不是这时候。但如果有副作用，好，返回一个物件。天气很好，隐约闻到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抽屉。我刚刚按了什么？有人发现吗？这应该就是方先生让人买的杀虫药粉了。便利店的小票还留着，时间是两周前的周一。两周前的周一。是的，我记得你小时候特……所以杀虫剂是错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走，再往旁边看。怎么可能才那么少物件？等一下，水，找到水了。瞳口细窄，要放在想要把杀虫药粉误洒，可惜水桶被清洗得太干净了。哇，这也。上面的，哎，空调。过不去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查完它，我一定要查完它。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？所以这里应该没了吧？这里没了，所以剩这个地方门把。严谨一点说，作案人是有开门权限，餐厅的员工与，而且一旦被查出，除非是与老板有很。还有谁能开这扇门？查一查。应该还有两个哎，没有了。天哪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啊是。哦，刮到手了。购物时间是两周前的周四，小票上有支付方式。好，有，我们大概可以完结，剩一个，有吗？没东西啊，我们查了七个证物了。